我是飞熊妈，我们现在人在爱门沙滩边，又来了一个部落客朋友。Hello， 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我叫 Happy。今天他先来看看爱门沙滩最漂亮的咖啡厅。你这他怎么那么干？你怎么那么干？是单纯的想要带你看看海景，然后这里看海景，你可以不用踩着沙，是有一个将近8公里的超长的海岸线，然后这里有一间很漂亮的吉林村咖啡厅，手冲咖啡跟它的手做蛋糕都很好吃。他已经买了饮料，然后 Happy 你点了什么？森林莓果气泡饮。对，我们这一篇没有业配哦。地方呢，离我的传家宝民宿还算蛮近的，基本上是10分钟。只是我们在等接机，因为这里离机场大概只有5分钟的车程。是等朋友之余，然后喝咖啡看海景，是不是很放松？还蛮放松的。对，你心想说在澎湖住到那么 gay bye 吗？好，很日常。对，然后我点的是拿铁。对啊，你继续干下去啊。 OK， 还伤不了我。你上不了我这频道的。吉林村已经是我来非常非常多次。那个 Happy 问我说，那你有没有拍？今天之前时尚玩家莎莎有介绍过，我如果拍了啊太多游客怎么办？来澎湖我们是要放松啊，不是工作。开始有人已经放松起来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喝咖啡就要拍给白照照片，看下去。对，你坐上去我帮你按。你要拍一些假拍照吗？假拍照，假拍照好。太不自然了，你动起来，动起来。表情要做到哦。看看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我要完美照，我要完美照啊！要假拍的，要假拍的。Happy， 爬上去那边，我们拍一下好看的照片。哇哇，果然，哎，你很帅，你知道我上次爬这里有多尴尬吗？快点爬上来，爬上来，这里就是我们的伸展台。你听节奏就好了。没有，你就是节奏啊。不行，在澎湖就已经像出国了，就是音乐有了，只是他没有啤酒。那怎样啊？动起来。哇，律动感不太好。你的，拿起你的律动感。好。对，要。怎么办？哦，这部片是谐星哦。我冷啊。 Who care you? OK， 哇，有了。这里就是爱门沙滩。 Hello， 我是 Fashion Man。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在爱门沙滩拍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，虽然我们还在澎湖继续玩，拜拜。很干的带走了。 OK， 你喜欢这边吗？喜欢。你觉得它这边的海如何？很蓝。很蓝，多一点好吗？多一点台词请多一点。